中华队追上来了，目前只落后四分，而美国队的十二分停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外线十一号的 Justice 来个三分球。哦 ，James Justice 不能输乎他。Justice， 哇，你看那个空中的飞行和制空能力啊！哦，你看他那个延展性啊！哎呦，哦，田磊面对 Vladimir 在外线的出手没进，美国队拿到，美国队 Justice 在篮底下出手，哦，这就是个人。陈志杰这场比赛目前也拿下十分了，哇哦，拉不住啊 ！Justice 很快讨回来。美国球员就是这个样子哦。美国队的教练似乎认为这场上这五人呢表现不是很好，又准备无上无下了。啊哈哈！Justice 能跟教练，嚯 ，Justice 这个变人哦，变换方向。你看他用眼神来做假动作，利用一个急。美国队哦，虽然是临时组成的佣兵球队，可是你看他们从两人削哦来喽 ，Justice 又超到在篮底下闪过之后的出手得分，掌握的更清楚。哦哟，这个球被抄走，要灌吗？来喽！Justice。哇，直接压到对方头上。Justice 呢，美国队背后这十一位十一号的球员呢，在上半场比赛的这一灌，哦，从这里来看，原来防守他的是胡塞因呢。他像不像一个国中生飞过一个七尺的长人在灌篮啊？他身高不是205哦，177公分啊。哦，从禁区外飞进来，大鹏展翅啊。哦吼，要命我了。他的那个腰力还有他的这个延展性呢，真的很恐怖。我们再从不同的角度呢做切换的哈。我们这次我来电视网拍摄琼斯杯也是全体总动员呢，现场加了非常多的机器。我们再从不同的摄影的角度、摄影师的角度再看一次哦。结果胡塞因整个人都已经下落了，Justin 还在往上升呢。两个人差了两秒钟哈，胡塞因老早已经坠地了。第二节的后段，美国队把分数给拉开，46-31。James Justice 呢，在半场结束前贡献了这场比赛目前为止的 top play 最佳好球，休息下再回来。再跟底线去找 Justice， 在底线的出手，再一个。攻完篮之后呢，来了一个中距离，相信还是二十的。Diamond 再给 Justice 在对方常人面前跳投，今天。看起来好像感觉是差不多。如果只知道上半身的话，以为 Justin 应该是大概有七十的高度。哦 ，Justin 在掩护之后来一个大号三分球 ，Big Three。这个球员有特色，弹跳。交给多希特，差一点点五秒钟没有把球给发出来。McAdoo。哦，下三路的被 Justice 给抽走，前面跑进心脏。我越紧张越拉锯的比赛，越考验到球员的一个经验跟抗压性。哈哈，我昨天菲律宾的教练把这个人摆得很好，尤其在关键第四节，其实他 Gary Davis 啊，其实他用的非常的多。再来看一下 Justice 上了 McAdoo 一个火锅，所以李壮美国队把篮板球给控制住。我这次有机会是找到了，然后人慢慢的上来，也取代到 Gary Davis 的一个上场。Justice 出手得分，哇，这个分数大概菲律宾之间是一个默契哦。这段期间好看的 bounce 再来没进 ，Justice 再拿到 ，Justice 在篮底下再起有了 ，and one。懂了这个球，所以你看他的一个出手是，这完全都不会紧张，也不会给你很慌张。哎，篮底下空了。多希特盖拿辅助，他用退休的球员姚明也讲过同样的话。这个球给他立下，放进。Justice， 哇，看他打球。我们先看底线啊。哇，为了躲过多希特的一个封阻啊，
就利用到篮筐。哇，这个球更是夸张啊，比较吹的不是出手犯规哦。哇，这个镜头我们可以看到，先欣赏一下他跳起来的一个高度。哇，马歇尔再给他底线 ，Justice 切入抛球出手进。这里的第一个对决上面关键的第四节啊。Fernando Rio 全场拿了18分 ，Justice 回击，而且加码还给你三分球。这一点，这个球有点危险 ，Justice 的 show time 了，前面已经没有人了，双手扣篮。这个球算是客气了，基本的差距。